们遇到这种情况，被对方掐着脖子往后推的时候，我们左手举起来，相右转身，同时用左手打掉对方的手臂。被对方抓住衣领，我们没有挣脱的情况下如何应对？首先，对方抓住我们衣领以后，从里往外抓住对方的手臂，左手向后侧步，用右手拍打对方的肘关节处，然后向左转身，靠力。在遇到这种情况下，我们首先保持冷静，快速的做出反应，屁股可以向左右移动，同时用手掌瞄准对方裆部，用力的打击。内背的挪用手臂勒脖子的应对方法，首先用我们左手抓住对方的手臂，迅速向后拉，保持喉咙呼吸，然后右手打开安全带，用安全带对尖锐部位打击对方裸露在外的皮肤，用力，然后迅速打开门逃脱。用我们的左腿膝关节夹对方的颈部，同时往后拉。被别人恶意搭肩的时候，首先我们两个手叠加放在对方的手臂关节处，同时用力的打击，用我们的右手瞄准对方的下巴，用力的打击。